绿营双卡，帅的掉渣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胡子哥，这位呢我是 Robin、都是老朋友了哈，就不客套了。昨天大家也看了这期视频，关于美金龙新品 Rebella V1 的，大家觉得拍的是不是很酷啊？是不是拍的很炫呢、啊你们不知道，我拍的时候，胡子哥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感觉是不是有点那种变形金刚的感觉？头上戴的是一个什么？是足球的一个足球的包装盒，包装盒，因为太热了嘛。Robbie 天生喜欢搞怪啊，所以说我们没办法，为了避暑就戴了这么一个头套在上面。说到这个美金龙的球鞋，这个 Rebella 是2017年发布的那个全新系列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觉得应该把美金龙他家族的所有成员，也不叫所有吧，几乎进化的每一代产品。我今天把那个球鞋都好横向对比来一一介绍哈。莫雷拉这款球鞋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球迷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当初的上市时间很早，1985年。你买了多少钱？当时2010年买的，当时买的这个是中端款的，很便宜，200多块钱。这个莫雷拉呀，卡洛斯穿过，里瓦尔多穿过，这个不用我说了。但是呢，胡子哥对他耿耿于怀，因为我穿了以后，我的脚被崴了。就是他这个大底呀 ，M 大底是什么呢？日本的场地很早以前都是沙土场地，还有天然草坪啊，就场地很好。这种大底的鞋钉呢，就只适合在那种场地踢，因为后来全世界的人草普及了，但是人草呢相对来说比较硬，那个草比较短，这种鞋钉踏上去肯定就早崴嘛。日本的美津浓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后来才开辟本国以外的市场，现在人草普及了，近几年他才开发了 AG 的大底，适合于中国的人草。但是八几年能设计出这种配色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，感觉还是很前卫。如果你白色的球鞋，当时90年代穿那个白色的球鞋，大家就觉得哇、好酷。你看这个鞋钉中间还有一颗就是启动钉，启动的就做得很好。如果你给这个球鞋打分，你该打多少分？几颗星？5颗星吧。5颗星我就不打了，因为他把我崴了。还有那种日系，日系风格的啊。logo 一样大，看见没有啊？我打3颗星。无回旋第三代，这个我们以前也拍过视频的。这个我们拍了的嘛，就是那个卡师傅嘛。还让这个打过牛肉丸子。这一代呢，我觉得就是我看外形哈，这个就跟莫雷拉有一点不同了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这个 logo 就很大了，这个就很小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所谓的摩擦条。摩擦条就是增大对球的摩擦，然后可以踢出那种比较怪异的、很诡异的、很诡异的射门。它这个无回旋，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无回旋块。这个无回旋块啊，就是减少它在那个空气旋转中的动能的损耗，使那个球的速度更快。就像 C 罗的什么落叶球啊，本田圭佑的落叶球，就是要依靠这个。这个 bug 呀，我觉得无回旋系列它鞋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太重了。这一块很重，重气嘛，摩擦力很强。但这个鞋呢，我觉得它的配色更加的新潮哈，比较好。那个 TM 大底呢，跟那个 MD 的大底是差不多的，也是适合于天然的草坪及沙土场地，也可以踢。我来打分的话哈，这个鞋的话，3.5颗星。3.5颗星了，三颗半吧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配色还是比较新颖，虽然说可能它是中端的。那个美津浓的无回旋，它一直秉持了那个追求纯力量型，因为这个球鞋啊，就是拿给那些球员爆射啊，踢什么落叶球啊。好，第三的一款，第四代无回旋第四代哈，黑白无常。这个鞋我就觉得有问题了哈，不耐脏，不耐脏。这个所谓的这个、什么钉？这个叫 AS。所谓的就是碎钉嘛，场地那个兼容度啊很高，还可以踢水泥地，也可以踢，也可以踢那个木地板，室内足球。木地板不是这种木地板，它还是另外一种，还要平一些。这个设计的话，我觉得没有第三代好看啊。然后这个进化，我觉得有一点像皮鞋，反正 C 龙穿起来我觉得特别难看这个鞋啊。但这个东西有进化哦，它还是延续的所谓的，因为这个无回旋三呢，它是那个横向和纵向的摩擦，它这个叫多项的摩擦技术，像那个鱼鳞一般，每一个角度多项的摩擦，踢出去的球更加的怪异。我拿个球来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试一下，模拟一下，别踢着电视哈。不踢不踢，你拿错了，拿了个阿迪达斯的球。不要慌，它这个摩擦条，您可以看到，哇，狂神呢，这个叫，我还没发现，狂神，看见没有？这名字有点威猛啊，就是这样摩擦嘛，对吧？对，这样摩擦，再加上那个无回旋区域的那个，它踢出去的就是那种落叶球，戳那个球啊，就接触这个，你看这个摩擦力很强啊，把球的上面有胶啊，这上面擦掉了，
所以说嘛，上次我用来削土豆，这款阻力没那么强，这个阻力强一点，这个好，这个确实，说实话，这个摩擦条确实，我觉得用起来的话，阻力特别大。如果叫我给这个打分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外形啊，两星半。外形确实我也不喜欢。最后一款，我们昨天拍的节目里面播出的就是 Rebella V1， 就是美津浓最新的一款鞋。说到这个 Rebella 呀，我又要把这个无回旋拿出来说一下。自从这个 Rebella 诞生以后，无回旋它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再也不生产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美津浓的那个生产线一个调整的问题，所以无回旋它就从此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，不会再生产了。最新的就来了，这款鞋呢，通过我们的体验呢，我觉得包裹性特别强，就是触感也很好。不是说我们拍这个就说它好哈，我是说拿我真正的体验来讲，这个鞋呢，就是说你穿了以后，你踢了以后，你绝对不想脱下来。我们在那个视频里也说到嘛，这个 V1 它分日产和印尼产两种，两个版本，对对对。但是最好最好的鞋啊，还是 V1 日产的。日产的，因为它有区别。你看这个鞋面，它鞋面是没有那个闪粉的，但是日产它鞋面哎有那种闪粉，就像天上银河的那个星云一样，就晚上灯光一打，你就屌爆了啊！亮瞎你的 K 金狗眼，就是啊，就是。但我觉得印尼产的也可以，这款鞋我穿过哈，视频里面实拍的鞋就拿回来了。然后 V2 我没穿过，没有发言权。V3 我也没穿过，但是这款鞋我觉得穿起来哈真的很舒服，包括你看它的设计，包括最新的，我们可以拿就是家族式的美津浓，还有家族式的前脸，它也是秉承了就是前面几代球鞋的就是一种设计，这是它血统啊，有一种很斜的那种感觉啊，不是斜啊，斜坡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就是挺符合亚洲人的，看起来它符合亚洲人的那种脚型，但是我本人比较喜欢这种全黑色，很酷，穿起来就不想脱下来。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他们，包括它的 logo 设计，你看也有很多的不同。你看前面几代它的那个脚后跟的这个 logo 都差不多，但是到了那个 Rebella 全新一代的就不一样了，这个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大胆一点，比较大胆一点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鞋啊，这里面有个黑芝麻一样的东西，这个不是芝麻，这个它这个黑点它其实是一种坚硬的树脂，它在那个鞋钉里面呢，也是为了保持鞋钉的稳定性，因为那个球员在猛力蹬地以后，很多没有这个树脂的保护的话，它这个鞋钉会容易变形，固定鞋钉的一个作用，对，稳定性，稳定性啊。那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看了美津浓球鞋，看它的鞋底，对吧？这里基本上第三代、第四代，我说的我们手里的第四的一代啊，这是我们手里的第四一代，基本上这个美津浓的 logo 在这里啊，设计过来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挺好看的。这个鞋打分呢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愿意给他八分。啊，只有五颗星，你哪来八分啊？你偷三分的，你看。我十分的话，我给他八分。只有五颗星，我觉得那个四星半吧。四星半哈、啊。四星半。还有一点点缺点，还是啊。永远不能给他说是完美的。说完美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假话。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说一款鞋是完美的，这个根据因人而异。我觉得从外观来讲，从细节来讲的话，我挺喜欢这个鞋的 CT Free 技术，因为美津浓的鞋，我感觉一穿上脚以后就是实力派的证明。对，是吧？而且它的那个科技含量十足。如果实力派。就是这个，也不是说其他就不是实力派哈，我感觉就是穿这个都是实力派，很专业啊，其他的也很专业，但是实战派啊，还是要看脚法了。如果你们觉得哈，这些鞋哪一个最哪一款你们最喜欢？弹幕告诉我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就逼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们，还有关注胡子哥的那个个人微信号，我的还有新浪微博。拜拜。